各位兄弟姊妹，早安！今仔日搁再是圣日，是主日，所以咱搁再三甲聚集，要来敬拜咱的主。咱真侪人是伫厝内，有个人是伫礼堂。无论怎啊，咱虽然伫肉体顶面是分散，总是伫心灵内面是团结的。真啊一个，基督的身躯也是真啊一个。现在咱要三甲来选调。所以你若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诶，请你拢徛起来。咱要三甲来听主诶话语，以后呢，咱要三甲做一个开始诶祈祷。圣经内面一句话安尼讲：来吧，咱来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诶磐石来欢呼。咱要来到伊面前称谢伊。用诗歌向伊欢呼，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上帝，是超越诸神的大君王。地的深处在伊手中，山的高峰也拢属伊，海洋属伊，因为是伊所做的，陆地也是伊的手做成的。O come, let us sing to the Lord. Let us make a joyful noise to the rock of our salvation. Let us come into his presence with thanksgiving. Let us make a joyful noise to him with songs of praise. For the Lord is a great God and a great King above all gods. In his hand are the depths of the earth.The heights of the mountains are his also. The sea is his, for he made it, and his hands form the dry land. 咱现在来三甲祈祷。阮亲爱主，阮到圣殿的时，阮到主面前的时，阮心灵充满喜乐，因为耶和华是至高的上帝。山是伊的，海洋是伊的，阮也是伊的，阮拢伫伊的手中。无论环境怎啊变化，无论周围的人惊吓，无论周围的人开始错，阮知影讲耶和华上帝也是最王。因为安尼，当阮面对今生的考验，面对环境的挑战的时，求主予阮坚强的，予阮知影讲你是至高的上帝。阮每一摆祈祷，你拢阿耳垂听；阮每一摆呼叫，你拢伸手来帮助阮。阮做你百姓的人，何等的福气！主今仔日，你的百姓面对这个疫情，予阮大家人生活真正困难。予阮做工做生理的人也真多的麻烦，阮恳求主你家己施恩怜悯，予阮仰望主，求主帮助，求主听阮的祈祷。阮今仔日将早起分别为圣，所以到伫你面前要来敬拜，求主用基督耶稣的宝血甲阮洗清去，因为阮是罪人，未配得来敬拜。总是你就是听世间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赐予阮，叫阮凡啊相信伊名的人，唔免低高灭亡，反倒当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安尼，阮就敢到你面前咯。因为耶稣十字架大功已经完成，阮就靠着伊的功劳来到圣父面前。来到圣经面前，来到圣灵面前敬拜，求主悦纳你百姓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哇，咱感谢主哦！啊，现在咱要三甲来吟诗，咱大家阿罗上帝。Yeah.
感谢主，咱大家俄罗上帝，上帝听咱，伊不但照顾咱，伊不但予咱食穿用各方面拢够格，所以今仔日咱大家也伫咧，感谢主。现在咱要三个来思想主的话语，哦，啊，请你用几秒钟的时间安静，你为你家己的心祈祷，啊，为讲道理的人祈祷。安尼，咱就同感一灵，就恩主的话语来学习。阮恳求主的灵，待伫阮心内面做工，互阮会通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请讲，仆人敬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咱今仔日的信息呢，是要讲到心的代志。今仔日有真侪人的心，真侪烦恼，真侪人的心，真侪惊吓。圣经甲咱讲，咱的心是真宝贝，所以咱来三甲看旧约圣经内面箴言的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圣经的话安尼讲，你要保守你的心，也该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我再读一摆吼，你要保守你的心，也该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的。这段经文，大家人真熟，有的人搁会念起来。这段经文跟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生命所发出的一切是对心来的。我一句话说，一个人他心里面有什么，他就说什么样的话。一个人他心灵若真正安详，对他所说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是真真正的，是真平安的。一个人那是心内充满苦毒，你听伊讲话的时阵，会知影讲这个人内面有真正多不足，兼在真正多的受气。咱的心是咪款？对咱的嘴会出来，不但对咱的嘴出来，对咱的脚手，对咱的行动也是会出来。一个妈妈听伊的囡仔，当咱看见妈妈怎样照顾伊的囡仔的时阵，这么那么轻松，那么注意，那么大小项都注意，你就知道妈妈的心充满疼孩子的心。是啊，就是这样。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举手拍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哎呀，可能他的心有受气，兼在他心里面有怨恨，兼在这个人也在报仇。有的人不但举手会拍人，会把人抬死，拍到狗死，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做出来就是这款。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就问问题，耶稣在回答的过程中间，他就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我跟你说，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在路上拄到歹人给他拍，又将他的东西抢去，所以这个人不但物件无去了，身躯着伤，人爬袂得起来，倒伫路咧。耶稣讲，有一个人对遐经过，伊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看见这个人伫遐，闪一边都对这边过，连棍着伊算唔爱。无偌久，搁一个利未人来。利未人是伫圣殿内面做代志的，甲祭司是同工啊。所以这是呢，咱像讲是牧师团道，这个利未人咱像是执事长咯，咧做这个圣殿内面一寡的工作。伊也看见这个人受伤，倒伫迄边，伊也闪一边，唔爱去管理，对迄一边就行过去。耶稣讲，佫来咯一个撒玛利亚人，伊是撒玛利亚人，这个受伤的人是一个犹太人，这两个民族关系唔是真好，常常会杀对。的冤家，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犹太人在那路边规身结伤，物件给人抢去，圣经讲伊就怜悯伊，
就该捡起来哦，该带去一个通休息的所在，该伊照顾。你有看见两款的心无？头一个是啥物啊？祭司甲利未人的心，啥物心呢？伊讲哦，这个是一个人啊，总是唔是咱的人，所以就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来的时阵，伊讲啥？伊讲这个唔是咱的人啊，总是伊是一个人啊，所以咱该讲，你看这两句话完全的相反啊。祭司讲啥物啊？利未人心内讲啥物啊？伊讲的是咱就讲，伊是一个人啊，唔过唔是咱的人，咱免插伊。撒玛利亚人讲，这个唔是阮的人啊，唔过伊是一个人啊，伊甲我同啊。伊若无通食的时阵，甲我无通食迄个腹肚的感觉相同啊。伊若互人拍的时阵，甲我相同，互人拍的时阵，迄个感受相同啊。伊就转介照顾，是的，人内面有啥物，伊讲出来就是啥物。人心内面有啥物，伊做出来的代志就是啥物。所以耶稣落尾讲一话，讲倒一个是你的厝边啊，倒一个甲你真是第一亲的啊，就是这个临边人的撒玛利亚人讲，是的，咱的心要好好的照顾。圣经讲，你要保守你的心，也该保守一切，因为咱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咱的心发出。有的人伊若做唔对的时阵，伊会承认讲：“哎呀，对不住，我做唔对。”伊会道歉。有的人伊做唔对的时阵呢，伊无要承认，啊，伊也无要甲人道歉。这是什么意思呢？头一个人为什么伊道歉？因为伫伊心内面伊知影讲，虽然我甲人道歉真有真无面、真歹势，因为我犯错。总是有一个条律比我较悬，有一个条规比我家己的感受更加伟大。这个就是什么呢？上帝的律法有是非啊！啊，现在我最大，所以呢，我伫这个是非的道德律下面，我谦卑落来，我就承认我唔对。那一个人伊无要承认伊唔对哦，伊无要啊道歉是什么呢？伊是讲我无管你的是非律怎啊讲啊。我就是唔爱无面子啊！我若家己念，我煞输你，因为你对我唔对，所以就煞连上帝都发出来压落来。这是讲什么啊？心内面是什么？心内面怎啊想呢？人就怎啊讲，人就怎啊做。是的，咱要保守咱的心。圣经讲，也该保守一切。你怎啊照顾你心的房车，就该切。啊，就该摕去换油啊！你就更加大照顾你家己的心。你怎啊照顾你家己的指甲、你的头毛，还是讲你的皮肤？你就更加出力来照顾你家己的心。有的人健身 body building， 哦，爱讲这个身躯真好看，所以真出力，就比别人较侪时间哦。伫运动室内面，伫咧举起重啊，哦，所以同样的。就正亲像你怎啊照顾你的身躯，圣经讲，你就更加出力，会保守你的心。那是安尼，咱要怎啊保守咱的心呢？咱应该有什么款的心啊？今仔日咱要来三甲看三款的心。咱中国人常常讲三心两意，今仔日唔是要讲这个啊，今仔日要讲的是三心一意啊。咱来三甲看这三个心。是什么？头一段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三章对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的话，甲咱安尼讲：，恁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唔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所做一切的代志顶面，拢要认定伊，伊的确指引你的路。圣经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唔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行的事顶，拢要认定伊，伊的确指引你的路。这是头一个心啊，什么心呢？信服的心。恁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信服的心。
信服的心是什么呢？有时阵爱在这样物件是什么哦？会再看伊的相关啊。Sometimes for us to know what a thing is, we look at its opposite. 咱来三个看，这个信服的心伊的相关是什么啊？圣经也有跟咱讲呢。伫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跟咱安尼讲，伊讲恁要小心，免得恁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以致离弃了永活的上帝。这是头一项，信服的心的相关是什么呢？不信。这段经文跟咱讲，不信的心是什么款的心啊？邪恶的心啊！你若看英文的翻译讲。Sinful, unbelieving heart. Unbelief is a form of sin. 不信上帝就是不服上帝，原来这是一款的罪呢。所以我们对每个人好，每项事情最好也好，只要不信上帝，欠债人不会说我们也坏，总是在圣经的标准里面，这是真大的罪啊。什么罪啊？得罪上帝的罪啊。所以呢，圣经讲不信的罪唔通有，因为这个是邪恶的罪。佮有第二个相反 ，another opposite。伊伯来书继续安尼讲，伊讲迄时啊，听了上帝的话，佮乐意受气的是谁啊？唔就是摩西对埃及带出来迄伙人吗？上帝佮往谁啊起誓讲？因绝对袂做离弃伊的安息呢，唔就是迄块不顺从的人吗？怎样看来，因袂通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哇！这段圣经佫甲咱解释讲，甚物是不信啊？不信是不顺服啊，不顺从啊，不顺从的心唔通有。圣经讲到信，唔是真个头壳的代志，这个。信是生活甲思想两项，啊，唔信是啥物啊？唔信也是两项，唔是只那嘴所讲的，而是手所做的。咱的行为、咱的言语，拢包含伫信甲不信的范围内面。啊，求主帮助咱，和咱的话甲咱的行为，拢是表示信，唔是表示不信。还有第三个相反是什么呢？在罗马书里面圣经跟我们说，还是你们表示上帝丰盛的恩慈啊、宽容啊、和吞论啊，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让你们悔改的吗？可是你们一直捏着心肠不肯悔改，为家己接着上帝的羞耻，就是伊彰显公义审判的迄日所要发的愤怒。哇！这段圣经甲咱讲哦，上帝受气，这个受气唔是上帝对伊家己不满，唔是上帝对伊的环境不满，乃是人犯罪，欺诈上帝的圣洁，欺诈上帝圣洁的法律。欺诈上帝圣洁的心嘛？这搭讲什么呢？虽然上帝受气罪，你知上帝受气罪，咱就感谢。那上帝看见罪，佫也欢喜哦。咱唔爱拜这个上帝啊，因为歹物伊也爱，好物伊也爱，那说袂分啦。上帝圣经个人讲，伊受气是干哪子？因为世间人犯了罪。这讲什么呢？上帝给人有时间，伊无随时审判人，伊给人有时间，伊吞忍，伊宽容，给人有时间通来悔改。总是这段圣经跟咱讲，有一寡人呢，硬着心啊，唔肯悔改。这就是第三项，唔肯悔改。其实这段圣经咱读无了，那个读落去是讲什么呢？上帝要照大家人所做的来报应的。上帝不是乱如神话，他是看你做什么就有什么效果，做好的人就有好的效果，做不义的 不对的不对的人，哇，也有他的效果。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跟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不悔的心，也是信服的心的相关。咱追求的是什么呢？信服的心。迄个不信的心，咱唔爱；迄个不忠的心，咱唔爱；迄个不悔的心，咱也唔爱。因为干哪子呢？因为咱要顺从圣经所教示的讲，咱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什么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无依靠家己的聪明。哇！原来甲上帝咧竞争的是咱啊！You know what this verse says? Trust in the Lor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Our competition is ourselves. Instead of trusting in God, we lean upon our own wisdom. 有一摆百姓来找撒摩尼，在古约时代有一个先知名做撒摩尼，上帝真大的使用伊。撒摩尼到年纪较大。百姓来找伊讲：“撒摩尼啊，你年纪也真大，阮唔爱予你个子管啊，所以哦，也无你转甲阮设一个国王啦。阮无国王啊，总是看周围个国家，大家有伊个国王啊，所以哦，也无阮甲因商量啦，你予阮一个王了啦。”百姓用什么啊？别人怎啊做？迄个国怎啊做？这个国怎啊？大家安尼做，也无咱也安尼做。哦，这就是我靠家己的聪明咯，哦，家己咧 research 啊，咧比较哦，伊安尼，伊安尼，伊安尼，咱无啊。撒摩尼听了这个要求，伊真受气啊。伊讲哪会做安尼啊？耶和华上帝是咱的王啊，咱总无个找一个王来代替伊哦。唔通我靠家己的聪明。1955年，有一个荷兰的青年人。伊去到伫波兰去参加一个大会，这个是什么大会呢？是世界共产运动的青年大会。啊，伊唔是一个共产党员，伊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共产运动青年大会呢？因为伊带真侪福音单张要去遐分啊，伊要去传福音啊，啊，所以就真是到这个所在去。到底遐呢？伊发现讲，哎呀，原来哦，伫这个啊，在所在也有一寡基督徒啊，也有一寡教会啊，总是在教会真孤单啊，无人去顾伊。外国无可能入来，因为现在波兰哦是和苏联咧管理的国家哦。At that time, Poland was under the orbit of the Union.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the USSR. So, if you have a lot of peopl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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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have a lot of阮就真鼓励，因为哦，无人关心阮，全世界已经将阮袂记得了。这个青年人听起这句话真受感动，所以到底我去会议的时阵，伊看见有几落千个青年人啊，伫遐啊咧行，哦，大家为着这个共产运动要献上因的性命，伊就家己问上帝讲：“主啊！”啊！我通为你做什么？这个所在需要圣经，这个所在的教会真孤单。啊，外地的教会无可能来关心因，因已经真软弱了。上帝给一节的经文，一节的经文讲什么呢？讲你要警醒，和迄个真软弱得要死的，搁兴旺起来。哇！伊听到这句圣经的时阵，真欢喜啊！The Bible verse says, wake up, strengthen what remains and is about to die. 伊就将这个圣经放伫心内，假作伊一生的使命 ，his life mission. 哦，所以后来呢，伊就决心讲，啊，要将圣经哦，啊，早时啊，啊，摕入去在所在，啊，总是要怎啊去啊，唔知影，
上帝真奇妙，上帝感动这个人，这个人就来给他说，我这一辆车要送给你。哇，上次要通有一辆车，这是1955年拍战争了呢，大家真爽向啊。他说我这只古瓦车 Beetle 送给你用，他就给他收来，总是不要换车。上帝又感动另外一个人来找他说，你知道主感动我就教你换车，不然我教你换车。哇，那时候车没坐，要换车的人也没坐，他就开始学换车。换车的时候呢，就将圣经放在这辆车里面，就一摆又一摆加经啊。这个在欧洲大陆这个国家，像我们要去美国换车过去的做的，就将圣经一直送一直送，总是每次在送，很紧张，因为共产国家不准人带圣经，所以每一次就祈祷说，主啊，我的行李里面很多圣经啊，在圣经是要送给你的行李呢。主啊，我会记得上次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有痴迷的人会看到，这次用车让会看到的人痴迷吗？他不该看到的东西，主啊，你让他不会看到了。上帝真是听祈祷啊，很多次去晓我，明明看到圣经真有没看到，又再会记，明明又再看到，又再会记，每次都会记。还有几落次他的车一直换一直换换，所以没油啊，总是继续一直换换换，换到路边很久了，才发现说原来都没油啊，真奇妙的一个见证。所以后来这个人名叫 Brother Andrew，就开始了一个机构叫做 Open Door， 就是说其实共产国家的门不关呢，上帝开这个门，所以呢共产党不可能给关，所以呢我们就好好趁着这个门开了，赶紧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达去。这辆车就是他上次那辆旧车，那个车牌也在那个地方以前翕的一张相。求主帮助我们，经文又说什么呢？不但无外靠家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就认定伊。什么是一切啊？各项啊，就是讲你的工作，就是讲你家庭的生活，你这个爱情的生活，你这个消遣的生活 ，our career life， our scholastic or academic life， our family life。Our love life, our leisure life, 各项啊 ，our social life, yes， 就认定伊啊，认定是什么啊？就尊重伊，有时就问一下，那无清楚就问。主啊，这个人要交做朋友有好无？啊，是这个人也是福音的对象。咱正阿讲，咱父母真正惊囡仔交歹朋友。有时阵咱唔知这个是好人啊，歹人。总是他常常对我们也好啊，你知道好人对你好啊，坏人也对你好，因为他有别的动机啊，有时候我们才分不清啊。这说什么呢？在你所行一切的事情里面，无论是在做生意，无论是在做工，有遇到事情就认定，认定是什么？就去给他请教，就去给他问，就去尊重主，就去尊重他，给他问。以后的这晚呢，你看最后一句，伊的确指引你的路，这是一个英文啊。This is a promise. If you seek him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means to ask him, to consult him, to respect him. The promise is this: he will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smooth. You say smooth sailing.是的，伊的确要指引你的道路，和你的道路怎话平坦好行，求主帮助咱。头一个心是啥物呢？信服的心。咱要怎话有信服的心呢？逐日按主寻求伊的指示，逐日就问。为什么呢？因为咱逐日拢要献服主，咱唔爱讲有一日多上帝无分，咱唔爱讲有一日多咱家己最王啊。咱爱讲，逐日拢是主做主，所以因为安尼呢，咱逐日就干哪，唔主寻求指示。你早起起来的时阵，当你读圣经几多，你就问啊，主啊，今仔日个新的一日咯，
你爱我怎样做？你爱我做什么代志？求主指示我。哎呀，主啊，今仔日阮公司要做这样代志呢？你指示我，要怎样来做出一个贡献，会荣耀你的名，对公司够有帮助。各项就问，你要交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哦，种个就问，因为种个是大代志，逐日就问，因为逐日拢有逐日的代志，逐日拢有新的代志。啊，伊的英文是啥物呢？伊的确指引你的路。上帝袂听讲，我唔讲，你家注意，袂安尼。上帝关心，上帝照顾，上帝的确。会指示你，总是你着求啊，逐日唔住寻求指示。第二个心是啥物呢？这个是诗篇第九十篇，讲咱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那是强壮的，通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轻看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咱便亲像白。离去，像阿晓得上帝怒气的关系，像阿按着上帝该受的敬畏，晓得伊的愤怒呢？求你指教阮怎样所剩家己的日子，何叫阮得着智慧的心？这是第二个心，是智慧的心。圣经讲，何叫咱通得着智慧？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哦，再看伊的相反啊。哦，在罗马书内面讲，上帝的震怒对天顶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因迄位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上帝的代志，人所知影的，在因内面原是明显的。咱内面有一个上帝感嘛？A sense of God, a sense of the divine. 因为上帝已经恩因显明了，其实对创世以来啊，上帝迄个看未见的代志，就亲像伊永恒的带领甲神圣，拢是看得见的，就是对伊所做的万物中间可以领悟，叫人无有办法推诿。因为因虽然知影上帝，却不尊伊为上帝，也唔感谢伊，反而心思变作虚妄。这个啊，愚顽的心嘛，就说啊，袂好咯。假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愚妄的心，一个愚顽的心。愚顽的心是什么呢？你注意看哦，只要能力，不。就是什么啊？唔尊敬伊做上帝，伊是上帝，怎啊在上帝刻伫咱心内？第二，伫大自然比作的世界，咱看见上帝手的工作啊，伊的手工，互咱知影讲有一个创造者。圣经讲虽然因拢在，总是干哪只？唔尊敬伊做上帝，佫唔感谢伊。哎呀，这个要怎啊讲啊？这就是咱先讲。明明知影唔做，即咱就讲我挑工目睭开起来哦，要行路，佮要行也紧啊，路尾干哪只啊？哦，家己会受伤啊！即就咱就讲我将电脑哦，迄条线揪起来哦，总是唔是插咧电咧，插咧我家己的耳孔啊！哦，啊，即都袂发出作用啊！即是亲像什么啊？亲像一个人哦，唔承认你家己的老爸。唔承认讲，这是我的爸爸。我细汉去学堂读册，是伊载我去。我要买物件、买铅笔，是伊买给我。唔认，这是真正大的什么？无良。这讲什么？不尊伊为上帝。个什么？不感谢伊，唔认伊，唔管伊，唔该讲多谢。哦，啊，这叫做什么？叫做真戆。恁爸爸嫌疼你，你哪唔认伊？恁爸爸遐尼照顾你，啊，你那对伊遐无礼数，哦，是这个意思。愚妄的心是啥物呢？未晓尊上帝为上帝。愚妄的心是啥物呢？享受恩典，唔爱感谢上帝，真正讲。你阁看这段经文，咱阁温习一摆。
伊讲咱一生的年日，这是红色的哦，就记起来。一生的年日七十岁，那是强壮的，通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欠缺的不过是，搁在红色的就记起来。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咱真无用做真多的代志，真劳苦，有时阵真烦恼，总是呢，有时阵物件一淡下久就全无去，哦，啊，搁落去。上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即讲到上帝的愤怒，甲咱对上帝敬畏的心，搁落去。求你指教阮怎样所算家己的日子，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有即几项，四项到遮。所算日子，第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搁落去。按敬畏主，晓得主的愤怒。落尾求你指教阮怎样所算家己的日子，才得到智慧的心。头前讲所算日子，毋是讲咧生肖用枕头仔来算，毋是啊。所算是讲好好去思想人伫世间的日子呢。你若好好思想，发现伊的内容是啥物啊？劳苦愁烦。用拜有一个运动员，伊哦无出名。无人捌伊，所以无人要挃伊。到落尾一摆哦，伊拍一场真厉害哦，煞出名去啊！出名了的时阵，煞大家要挃伊，大家要找伊。所以落尾呢，伊又讲一句话，伊讲以前哦，我大家唔挃我，所以我时间也多。现在大家咧接我，我无时间。伊发现讲伊的家庭哦，伊煞去忽略嘛。伊说失去伊个家啊，所以落尾伊个成功哦，互伊真做一个家庭失败人，伊真后悔。讲以前也有时间，现在计无时间，逐个人计要挃我个时间，计甲我抢去。所以伊所做个，难像是真做，其实伊家己看起来讲都是空空个，计无去啊，计无去，转眼成空。第三，啥物是智慧个心呢？智慧的心是讲，按敬畏上帝，晓得上帝的愤怒。有人讲，敢若上帝很受气啊？到底上帝咧无求亲什么代志啊？有人欺负伊吧？还是伊的环境无够好吧？哦，啊，唔是安尼，唔是讲上帝有问题，是讲咱有问题。咱若无问题，上帝袂受气啊？上帝本身无什么通受气啊？总是人类有了自由，选择看要信还是不信，要服从还是不从，要悔改还是不改。当人选择大的时阵，和上帝真艰苦，伊受气。这是用敬畏上帝的态度来了解上帝的受气。为什么上帝的受气？想了最后是为着我，为着咱。伊在受气，所以才讲什么是智慧的心呢？会晓知影为什么上帝受气，用敬畏上帝，毋是用藐视、拒绝的态度啊，来了解为什么上帝受气。第四样是啥物呢？即个写诗的人伊讲，求你指教阮怎样所算家己的日子。你若看伊伫讲你、你、你，伊毋是咧五人讲话啊，伊是咧五上帝讲话啊，诗篇九十篇上啊写的啊。神灵摩西写的，摩西的祈祷啊，这个不是 lecture 是讲给人听，这个不是 speech 是讲给人听，这个是 prayer 是讲给上帝听，原来这是一个祈祷呢。摩西说，求你指教阮要怎么所算家己的日子哦，阮才有智慧的心啊。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真正水，所以咱应该着怎啊做呢？每日为主做一项代志，要有智慧的心，要好好地使用咱的一生，善用一生，逐日为主做一项代志。要祈祷，主啊，你爱我做什么？最近真侪人无人出去，大家关伫厝内，你才因为关伫厝内久个。忽然间哦，有一个小的箱啊，大家爱去看。你知是啥物箱无？新箱啊 ，mailbox。
然后新的物件来，爱看到底是什么，还是有去买物件寄来未？所以呢，顶一礼拜，咱就摕一罐的福音材料，就厝边大概先想该寄一本，有一间该有两间该寄两本哦，因两本无送的，就送给因，因无代志。有时阵摕起来讲，这个什么啊？平时唔爱看，现在所有时间，免赶要去上班啊，摕起来看。你问主啊，主啊，你爱我做什么啊？你嘛是有厝边，你的厝边嘛是需要主耶稣，伊嘛是有 mailbox， 伊嘛是有信箱，哦，求主帮助咱，哦，放伫人的信箱内面，有的人去看了，现在伊的信耶稣啊，这个咱就真正欢喜。是的，大家问主讲，主啊，你爱我去哪里为你做什么啊？主会甲你指示，你去做，你去做的时阵。主真满意，你也真喜乐，哦，是安尼。咱过来看第三项，圣经伫希伯来书十三章讲，你唔通学坏主搬乖言的教训教引了去，因为人心可恨得坚固，才是好的，并唔是靠食物。迄块伫食物顶面咧专心咧出力的，从来无得到什么益处。哇，这讲到什么啊？苦恩的心，这个心是瓦靠主的恩典。圣经讲什么呢？不是瓦靠食物。哇，这等下就解释啊，这真奇怪哦。瓦靠恩典，不是瓦靠食物，总是苦恩的心意的相反是什么啊？这在以赛亚书古约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讲，阿述啊，这是一个国家，以前是帝国，是真强的。阿述啊，有灾厄咯！我差派伊去攻击一个不敬虔的国，就是这个不敬为主的以色列国。但阿述并无这样想过，伊心内多想要怎啊？要毁灭前途真多的国。主成全了一切工作的时阵，伊的确讲：我要刑罚阿述王主带的心。因为伊讲，我靠着我的手的能力啊，甲我的智慧啊，做代志啊。因为我真聪明。上帝讲什么呢？阿述啊，我予你一个使命。因为我的百姓无乖，你去该管，该管教，予因精神起来。啊，这就予你真正大的势力，你有法通去对付伊。啊，伊摕着这个真正大的势力的时阵啊，阿述大家拼啊，大家国家要去该拍。大家要去那个车、所以主说你如果这样做、到一日我的工作做了咯，就是说我行为我的百姓了咯，我来对付你，因为怎样主带的心，他说是我的手，是我的地位，每项是他。你在圣经又下去这样说，这样说啊，葡萄要怎样有人用那个用葡萄搓茶的人煮花，葡萄要怎么把那个夹葡萄的人说我比你更厉害，他没那两只手把你夹起来，葡萄怎么倒在对的。因为这样主的确打发让人消散的病临到阿述王悲壮的军人中间。阿述王觉得什么？我的手很有力，因为我的军队很强。上帝说我才要将你这个骄傲的本钱拿走，让你在真强的兵，大家不让我消散，所以不做事。这说到变，有时候上帝用变来向别人，有人一直问这次这个 COVID-19 是上帝用来向别人的世界吗？是吗？那为什么我们知道阿述王他的兵不好是上帝做的事情？因为圣经跟我们说真清楚，所以咱会知影。今仔日 COVID-19 是上帝找来，上帝无甲咱讲，所以咱唔知。总是咱有法通看这个 COVID-19 发生的时阵带来一寡果效 ，results 是咩呢？头一项，人开始觉得讲，原来我是很顽劣的，原来很小的一个细菌，有法通让我唔好。可能说好话是，人忽然间发现讲，我伫厝内伤侪时间，煞唔知要做啥。
顶摆觉得无够时间伫厝内，厝内实际无法通做，要洗这项，啊要做迄项，计无时间咯。啊，即摆伤侪时间，煞袂晓要怎啊用？咱发现真侪，咱家己生活的一寡困难甲矛盾，咱搁较明白咱家己。原来我若伤侪时间，甲我厝内，甲我厝内人做一下，较上冤家啊！顶摆大家赶紧倒去学堂做一下，即摆哦，定定伫厝内啊，冲突的机会煞真侪。这是叫做 result， 予咱知影。啊，求主帮助咱。这段经文甲咱讲什么呢？讲上帝要来惩罚这个亚述王自大的心。所以呢，读者迄段经文，咱阁看一摆，讲你唔通予主官乖言的教训教因了去，因为人心可恨，得见过才是好的，并唔是靠食物。哦，这两项可恨唔是靠食物，是啥物意思呢？原来伫迄个时代，有一寡的人啊，因是靠食物啊，啥物意思呢？唔是讲在可恨的人无咧食呢，大家皆有食呢，是讲在靠食物哦，伊讲哦。你知哦，伫摩西律法内面，伊甲咱讲有一寡食物会做食，一寡袂做食，才叫做圣洁的，才不圣洁的 ，clean unclean food。所以，甲你讲，咱知那逐项食，定定食在清气的，讲无清气的，咱无食过，上帝也欢喜的，也爱咱。这个叫做什么呀？靠着行为，要来满足上帝的心。所以真侪时阵，这款哦会产生这款的骄傲，让我比你较守条规呢，让我食的比你较圣洁呢，变作是我你，我赢你输，我较好你较差，变作安尼款。这个区别来说，唔是靠迄款呢，唔是靠这款法律，而即个礼仪啊 ，ceremonial， 所以英文讲 ceremonial foods， 叫 ceremony。唔是迄、那个，乃是靠恩典。什么是靠恩典啊？靠恩典是讲主啊，我搁较怎啊做哦，无法能满足你的要求。所以我常常欠，就是比别人较出力，赢别人也是无够的。所以主啊，你怜悯我，你开恩可怜，即求主怜悯 ，mercy and grace from the Lord。这叫做什么呢？可恩的心，求主帮助咱有可恩的心，每日恩主祈求恩典。恩典是上帝要给伊的百姓的，伊若唔合理，迄个才是恩典；那是要合理的，迄个就是恩典。所以你甲主求啊，主合理，的确是恩典，唔是咒诅。咱就知影讲，逐日需要恩典，无一日无需要恩典。既然安尼，咱逐日就会晓求恩，以后迄日要结束，暗暝要困，会晓谢恩。那安尼呢？咱就这三款的心咯：信服的心、智慧的心、可恩的心。信服的心，每日恩主祈求指示；智慧的心，每日为主做一件代志，善用一生；可恩的心呢，每日恩主祈求恩典，每日恩主感谢恩典，求主帮助咱三心一意。什么是一意呢？咱要有满足主心的心，求主帮助咱。咱现在来三甲音，咱的回应是，咱的回应是叫做什么呢？前我寻求福气，总是去哪里？要寻求的是福气的主，咱来参加念这首诗。Yes.
宏大，见我喜天好喜把满足可能，尊敬恭维寂寞救我心乱，乖乖哭泣呀说出妙言千万，把你龙兄比主主喜过万。哇，咱感谢主，乖乖鼓起耶稣，主是我所欲的，主是我所有的。咱现在来三个做一个感恩的祈祷，你若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内面，拢请你三个徛起来，咱来三个感谢主。阮亲爱的主，阮感谢俄罗斯的名，今仔日阮通三个来敬拜，通三个来吟诗，三个听道理。搁三个献上阮祈祷的祭，阮感谢主，你照顾阮，你予阮用到额，你的恩典丰盛，你的恩典到额阮用，不但到额，搁常常受春的。因为安尼，今仔日你的百姓献上感谢的祭，求主你也保守阮，伫搁落去这一礼拜，让阮听候主的指示，让阮听候主的恩典。让阮听候要为主做一项代志，一日一项，求主你甲阮同行，保守阮，予阮有三心一意的态度，伫主你的面前。现在咱兄弟姊妹三个来祈祷，主祷文，阮伫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亲像行伫天顶。阮日用的美娘，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咱来三个名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但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拢甲咱逐个人伫咧，想出予咱有三心一意的人生，荣耀主名。今日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吼，现在咱用一段的时间，三甲来默祷。默祷以后，咱教会也有一寡要报告的物件，啊，请咱三甲留意。